主料：鹅血200克，粉丝100克，青菜叶3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粉丝提前2小时泡发，青菜叶洗净，鹅血洗净，切薄片，生姜洗净切末，洋葱洗净切末。热锅冷油，放入生姜和洋葱爆香，放入2碗清水，烧开，下入粉丝，煮2分钟，放入鹅血，煮开，放入盐、鸡精、芹菜叶，起锅。烹饪技巧：粉丝要提前泡发，这样比较容易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